好啦，即卖全台湾哦，为这个北到南，包括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南投、甲嘉义，拢有这个萨库拉开甲真水。桃园市北中央和五千丛的樱花已经开一半，把整个园区变作桃红色。真侪游客趁好天来南投参加樱花节。很漂亮啊，这应该是八重樱吧？嗯，很漂亮，漂亮，对啊，盛开。很梦幻。怎么说？就粉红色啊，女生都很喜欢粉红色啊。每年二到三月，各地樱花拢开始开啊。除了南投这间游乐园，台北阳明山二月会使看北中央，新北永安公园二月中午。山樱花和吉野樱，有两万多丛樱花的台中武林农场，今年樱花季在过年初一。嘉义阿里山今年举办第一届草蜢樱花季，也是过年初一。因为今年有强烈寒流，各地樱花提早开，上好欣赏期拄好和过年年假定他。想要行村看樱花，民众会使量早规划行程，注意交通资讯，避免拄着塞车。